龙德报气象给您满满的正能量。今天为农历九月初九日重阳节，为本宫斗母元君与中坛元帅圣诞千秋日，更是天上圣母飞升纪念日，欢迎众善信大德莅临桃园龙德宫参拜祝寿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10月23到10月29的天气吧。本周开始天气相对稳定，周一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持续到周四，雨区大致上以基隆北海岸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周四到周五，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可能性。气温方面，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4到30度。以上就是本周的天气预报，提供给大家多多的参考。桃园龙德宫天上圣母四妈祖离岛巡安二部曲妈祖绕境将于本周五六日举行，10月26晚间出发，10月27南干乡巡安，10月28北干乡巡安，10月29圆满回驾桃园龙德宫，欢迎妈祖乡亲一同来迎妈祖收福报哦。四妈祖保佑大家阖家平安，福气满载。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好话是，人生就像一杯茶，不会苦一辈子，但会苦一阵子。没有开始的苦，就没有后来的甜。祝福大家顺利平安，那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